灌水，现在已经灌满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栋楼是什么情况，这洪水还一直冲刷着我们这个楼。我们这边已经断水、断电、断气儿了，请求有点支援。从三十号那天开始，心里担心吗？着急吗？担心。对，至少但是现在还是挺幸运的，还是我感觉那个到时候不去看，我那房子要是紧张的话，我怕会倒的那种。四十多名消防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，徒步十多公里，挺进门头沟区接近2米，多间房屋被淹。需要转移出去的村民啊，到外边，没有水的这样一些安置点。那在昨天的时候呢？